嗨，欢迎来到这个巨龙与猪仔的 YouTube channel， 好久没见大家了。那呢今天这个学生歌录呢就是为了这个拍我们新的圣诞 MV Mira 的新歌圣诞歌，很久没在学校出现过了。那今天真的好是挺新鲜的一件事来的。多谢 Canon 送了这一部 POS 的M50 的 Mark II 相机俾我，咁咧今日嘅 vlog 咧就会用佢嚟拍啦，好耶！有新机用，咁我哋睇 vlog 啦，睇下我哋嘅巨龙学长喺边先。你系咪好想出镜？你系咪想呢个人出镜？睇住咪出。你确定？搞唔掂喎！系啊，我哋睇下我哋嘅 Eden 同埋 Stanley。真系得咩？你咁样真系出到镜咩？你觉得？我 break 咗佢。哇！呢个咁靓仔嘅系边个嚟噶？边个嚟噶？哇！叫我学长。啊、学长。咁好大头嚟噶。唔系啊，唔系啊，你明白啦？我啲 A B C 咧，即系本身网络大嗰啲噶嘛，即系嗰啲。嗰啲外國人咧，鬼仔通常十幾歲睇落好似廿幾歲，咪嗰啲，我咪廿幾歲，廿歲咪睇落好似，你似三十幾，好似廿歲咁咯。喂，後邊嗰個阿叔唔好行嚟行去好嘛？我呢啲先係叫學生，你呢啲叫啲學生啲頭髮咁長嘅，可以嘅，我鬼仔啊嘛，真係有啲似阿 Sir 啫。企喺我隔離，你梗係似阿 Sir 啦。見到阿姜啊！嗨阿姜，那个是阿姜来的。你好啊姜涛。姜涛。姜涛。其实这部机挺漂亮。Canon 当然厉害。多谢 Canon。但是 Canon 未送给我。这个我帮你 cut 了。我不错我化了少了。所以我才拍你而已嘛。还有不错我天生丽质。咁啊 ，Rainbow 唔該卸妝啊！演員係唔需要化妝嘅，其實邊個演員需要化妝？呢個係咩電影？學生係可以遮眼嘅。學生誒，冇嘢講。我嚟解釋一下，一個學生又戴耳環啦，又留長頭髮，又染頭髮啦，仲要化妝啦，所以我已經唔係一個好學生嚟。真係事實講出嚟。点靓仔，点型我型啊！同你讲先知道啊！我好似学生啊，边个似阿 Sir？ 黐线！你梗系似阿 Sir 啦！我哋边个似阿 Sir？ 问人都知，你一定系似阿 Sir。有啲似阿 Sir， 边个咁靓仔阿 Sir？其實有很多阿叔都很帥氣，是咯，多謝你讚我靚仔，但係 without you， not you。而家咧啱啱就拍一個 shot 啦，咁咧嗰個 shot 咧就係講緊我哋喺呢個班房裡面啦，就舉手答問題啦。咁而家就食飯啦。乜今日咁靚仔嘅？咁識講嘢？唔係喎，你真係今日真係幾靚。咩今日啊？系一直以嚟都好靚仔。誒，有冇呃你噶？你最近咁紅，係啊，等我問翻你。等我問翻你。真咧，我最近好紅咩？因為我見頸以上嗰啲產品都係你代言，賣大廣告。係啊，我都想有啲頸以下嘅嘢。你有冇 con 嘅？咁我以前即係有啦，做過。有化妝咧，有睇啦。你自己反省下，你話咩？我之前為了拍 vlog 咧，都買咗部相機啦，但係而家已經完全放棄咗，而家都係用 Samsung 去拍，因為手機真係太方便。
頭先你叫佢咩話？卓安。同埋咧，講起高度咧，我見到我 CSL 嗰張卡咧，我個身高係1.72米，唔係1.72cm。1.72cm 咁都唔入得啦，你入咩？你唔好成日咁近我先，先一次发球咁近我。我哋会入喎。阿 Lina 有啊？咦，佢都入，证明证明，我唔惊嘅，冇踩噶，有嘅，哦，争啲赢佢。身居調皮啊，飆個地球，你睇幾小心思啦！呢球通常都炒噶啦，呢球咧，哎呀，入兩球啊，入去先講嘢啦。哦，咩啊？你有冇講我哋啊？你講曬啦。三尾。哦，真係入過，連續兩分啊！4-2啊，佢輸啊！三分啦，有牌啊！哦，勁喎，炒啊呢球！Panda kill， 7-2有得追啊！哦，我揸機射波，啊，你幫我代射啊！我你快啲一試，你咁勁，你咁勁啊！快啲一試下射啊！咁勁啊啦！話人哋咩啦？話人哋咩啦？識我冇話識我冇話我識咯。你個話要炸？試下快啲！哇！我識啦，後面呢度。使幫你拎住電腦啊！快啲啊！你倒曬。賴電腦。去。算啦。Perfect。斑斑青。